哎，大卫老师，当年你学这个播音主持的话，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偏见吗？有啊，超英姐，我跟你分享一下啊，我跟嘉欣有一点相像，就是我当年学播音主持的时候，我最开始的时候，我爸妈是很明确的反对的，我爸爸就希望我从事他工作的领域，因为当时我没有。是什么样的狂风暴雨，永远不能熄灭，一定要坚持，因为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。好。